充满幻想，总有一束光在遥远星空飞翔，好像翅膀，有力量在我的心中成长。站在山顶上，想飞向那个地方，能扶摇直上，再浩瀚宇宙，好像插上翅膀，能飞向那个有你的地方。啊啊啊，你趁我们都还年轻，穿越一万光年的距离与你相聚，爱上你是我的命，爱上你快如流星，绝不放弃。啊啊啊，你趁我天泉山的剧本，为什么你的会跟菲林的一样？你那天晚上一定让我打开电脑，你发给我的压缩包里到底是什么名堂？你误会我。为什么每一次一有事你就开始怀疑我？林子玉，你要不要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啊？哥，你就没想过你把你的手机给我里面会有什么蛛丝马迹啊？可你为什么要骗樊楚晨的剧本？你不用这些卑鄙的手段，你就赢不了是吗？你把手机给我，子瑜，你把手机给我！我不可能有证据的。你都看到什么了？是我的邮箱还是什么？我当时还抱着侥幸，我觉得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你这样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啊？你诈我？你觉得我会为了菲林欺骗你、利用你吗？我不会。我当初是因为你才去菲林的，我现在也不会因为任何人来欺骗你、伤害你。但你看看你是怎么对我的，你为了博曼，为了你自己，你欺骗我、利用我，你不惜让每个人都觉得剧本是我偷的。你一次又一次的让我离开我爱的人，这些我都可以理解。但你现在错得太离谱了，哥，趁着现在还能回头，你把真相说出来，我们还能回到小时候。别傻了，子瑜，我这都是被樊书晨逼的。开弓没有回头箭，我回不去了。子玉，我真希望你还是我原来那个傻妹妹。我说我被冤枉了，你就跑到菲林替我找证据，为我翻供。我说你要相信我，你又跑到菲林继续做你的小职员。你为什么就不能继续做我那个听话的好妹妹呢？哥，我还是小时候的那个林子玉，是你变了，你没发现吗？你看看你现在有多自私，你连你最亲的人都能利用，你跟博曼一样。只有变成博曼，才可以得到博曼打败菲林，成为公关界的王者。我跟樊书晨之间胜负已分啊！我很快就要成功了。我并不想害你，但是菲林是无辜的。你这样做会害了别人，你不知道后果吗？他们的死活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倒霉的时候，那帮人高高挂起，就这么看着，又有谁来可怜过我？子玉，我真想把你关在家里，不让你和樊书晨之间有半点可能。
我现在也不会因为任何人，我会好吃好喝的供着你，你要什么东西我都带回来给你，可以吗？哥，你听听你现在说的是什么话？你跟你妈有什么区别？你再说一遍。就算你把我关在这儿，我心里爱的、脑子里想的还是樊淑贞。 你以为樊淑贞会领你情，非林会放过你吗？在他们眼里，你比我更可恨。那也是我跟他们之间的事儿，跟你再无关系。你就好好反省吧。锁我已经换成了密码锁，你出不去的。每天会有人给你送饭，你就在这儿好好反省一下你自己，直到你知道。 做好准备了，淑晨，你严肃干嘛？淑晨，你冷静一点啊！他受了点伤，身上有淤青。哎，淑晨，今天去不管干什么都是把柄，淑晨。 你快去啊，跟上他！给我查不到的行踪在哪儿？淑晨，淑晨，把门打开，淑晨，你冷静一点，淑晨，哎，淑晨，那就预祝我们合作成功，一定一定。 李总，不好意思，我先去一下洗手间，您稍等一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你是什么？她是你妹妹啊！啊，走！关你什么事？她是我妹妹，又不是你妹妹，是我爱的人。 去你的吧！陆宗良，你怎么会跟我成这个样子？为什么你们所有人都在问我这个问题啊？好，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。都是被你们逼的。 谁逼你的？
我逼你在费力一圈谋死，你说你幸亏说回是为了费力，可明明全进了你自己的口袋。你害费力一败再败，谁逼你的？你离开费力之后不知悔改，跟臭名昭著的国漫走在一起，谁逼你的？你明明可以做出那么多才华横溢的案子，又是谁逼你走到今天的？还不是你！ 都是樊书晨惹的祸，都怪他。不就打了个败仗而已吗？我输不起吗？这，陆总，樊书晨虽然是初出茅庐，但是颇有几分你当年的风采呀。有才华的人大多都是这样，性格难免孤傲些。我现在身边正好缺少这样一个帮手，到时候我可以把他培养出来。您带我一起去吧，我保证不会给您丢脸的。 想法、预见性、创意、进攻性、完整性、灵活性和灵活性，所以你整个的这些思路构成了我们公关的方案。我本来想把你培养成我的接班人，你跟我一样。 年纪轻轻就才华横溢，骄傲自信，谁都不放在眼里。就是因为你像我，所以我才想把你留在我身边去学习。可你呢？你举报我，你跟菲林举报我，再不松身，你就没有回头路了，狗逼！ 坐上了我的位置，拥有了我的名利，抢走了我所有的风头。你现在还要抢走我唯一的妹妹？不可能的，你不可能做到的。你疯了！你失去的所有东西不是别人夺走的，你以为这是我想要的吗？如果不是因为这样，那你为什么不给我第二次机会？ 两柄棍子，所有的矛头都指向史维聪，你都可以相信他，但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我要是再有一次机会，我就可以把所有的窟窿都补齐，没有人可以拿我怎么样的。我就差这一次机会呀！我的人生就被你毁了，现在该你偿还了，樊书晨。因为我相信史维聪是清白的。 你什么都没有做吗？菲林损失的钱去哪儿了？钱去了哪儿了？你什么都没有做，你让我怎么给你第二次机会啊？我如果说我是无辜的，我也是被冤枉的。你信吗？如果你说你什么都没有做，没有因为钱出卖自己、出卖菲林，我就相信你。 如果你做了，你说又有什么用呢？好，既然这样，那我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。最后谁是英雄，谁是枭雄，由胜利者来定论。 现在还是不知道，你究竟错在哪儿了？你真的以为你是因为没有权、没有钱才输的吗？公道自在人心。你去看看你的四周，有人关心你吗？有人真心希望你好吗？有人相信你吗？ 唯一一个想对你好的人都被你打跑了，他还傻傻的等你回头，只要你回头，他就会跟你走。这样的一个人，你都舍得去伤害他，你的人生就算拥有再多的东西，
一眼也是可以看到底的，无非就八个字：众叛亲离，孤家寡人。就算我众叛亲离，最后你一样没有什么好结果。 宋良，我们俩在同样的位置上，你看看你，再看看我，我朋友环绕，同事们随时准备为我冲锋。你一有难，所有人都离你而去；我一时有难，却是身边的人都在力证我的清白。你知道？ 谁送的？是田苗苗送的。田苗苗，这个送给你。这个东西，它陪了我很多年，现在送给你了，希望能给你力量。不管以后等待着你的会是什么，都希望你能够勇敢面对。加油！谢谢姐姐。 子瑜，这儿坐。你的，子瑜姐姐，我工作了，感谢你当初的善意。辛苦的时候，我就会想起你对我说过的话。愿你和樊书成哥哥还有大家。 一切都好。看到你的礼物，我也觉得我以后要更加用心的工作，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帮到别人。嗯，大家都还好吗？怎么可能好？香港新调来的 CEO 玩命的做业绩给董事看，大家都快萌疯了。对菲林好就好，菲林。 应该快散了吧？为什么呀？樊总跟石总走了之后，最近做了几个案子都不如人意。现在外面的合作方，不管是从能力还是从名誉上，都连带着不相信菲林了。香港那边紧急收缩我们的开支，公司那边要裁员，闹得是人心惶惶。项目组那边也没有能力挽狂澜的人。子瑜。 虽说咱们做同事的时间不长，但是我看人一向很准。我不相信是你帮洛宗良偷走的剧本，你不是那种人。但是，你跟洛宗良的关系，还有你跟樊总的关系，而且事发之后你又消失不见。
你让大家怎么想？樊总一力扛下了所有责任，坚持你是清白的，菲林才没有找你的麻烦。他真的是为你倾尽了一切。 樊总落到今天这个下场，连我们这种不相关的人都觉得为他不平。你真的忍心能看他现在这样吗？刚说了这么多，还没给你点喝的，你喝点什么？不用，我自己点杯咖啡就行。不好意思，子瑜，公司让我赶紧回去，要不咱们改天再约。 嗯，好，那我先走了，拜拜。嗯。你好，要点什么？你好，要一杯美式咖啡。哎，要两杯吧，一杯我带走，一杯留作待用。这位小姐的账我来结。你好。 有个能吹冷气、宽敞，还有免费咖啡的地方，真是太走运了。喝了你们那么多的咖啡，我一直想感谢你们。那您是怎么知道我们的呀？有一次，偶遇到你们在这里买咖啡，我听到你们说代用，我就问这里的服务员，我出名后结识了一些朋友，有出版社的，说菲林正在接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案子，我一听到是你们的名字。 我就立刻找人打听，就想出了这个办法。滴水之恩，我以涌泉相报。没想到舒晨他的无意之举竟然能帮了他自己，太感谢你了！你帮了我们特别大的忙。不，应该说是好人有好报。你们的无心之举也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事，可你们还是愿意去帮助别人。菲林是这么温暖的存在，就算没有我，也还会有另外的人。 出来帮助你，所以你根本不用感谢我，感谢你们自己就好。这个世界上，如果再能多一些像你们这样的人就好了。你这趟是白来了，因为你说什么都不会相信的。樊总，我真是走投无路了才来找你。是走投无路了。 还是你们的下一个陷阱，我对你们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。离我远点，赶紧走吧。樊总，当初惠达鞋业的事儿，你就不想知道是谁给你通风报信的吗？难道是你？没错。 从一开始，这些就是洛宗良设的局。他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要回来报复你。他不惜联系我，让我去破坏掉副总的计划，为了让你赢，就是为了让副总没有办法，必须请他出山。那个时候就中了你们圈套了。你想想，他从一开始就打定了主意，你从一开始就是被设计的。你甘心吗，樊总？你不应该去报复他吗？
你应该出这口气，你应该去报复他。我可以帮你的，樊总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也绝对不会让自己堕落成像陆宗良那样的人。我再生气，再愤怒，我也不会用他的手段去对付他。伟鸿，你省省吧，这套对我来说没有用。樊总，你的咖啡到了。身体好了吗？就乱跑。有一个人，在所有人都不相信我的时候，坚定地站在我这边。有一个公司，里面都是我的好朋友，给了我很多帮助。这样的公司不应该被肮脏的手段打败。淑珍，我想好了，我要站在你们这边。好，进去吧。林小姐，你说的没错，不能让菲林就这么倒下来。你在这里干嘛？你还想帮菲林吗？魏侯，这是我们的事儿，你请回吧。骆宗良这么利用你，还这么对你，你就不想报复他吗？我想什么跟你没有关系，我不会这么对我哥的。可是我想报复他。我告诉你们，骆宗良这个王八蛋，他的惯用伎俩就是，当他用得着你的时候，他对你比对他的亲爹还亲；当他用不着你了，他就把你当块臭抹布一样扔到垃圾桶里边。我早看透了，他把我当狗一样的使唤，还瞧不起我。他答应给我的项目分红，他就痴痴地赖着不给我。多少次我想把辞职信一把扔到他的脸上，可是我又觉得这样太便宜他了。林小姐，樊总，我一定会离开他的，但那是在扳倒他之后。这个事儿我一个人做不了，我需要你们。魏红，这是你作茧自缚。我就算要帮菲林，也是希望我哥迷途知返，不是出于什么报复。你们就是太天真了。对付骆宗良这事儿，你们会来求我的。了解他的人只有我，我等着你们。一个两个都疯了。我不敢说我很了解我哥，但我知道他很聪明，一定不会留下证据。可他现在变得非常的多疑，也许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利用的点。如果我不想，你怎么做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太重感情，我害怕你当着我的面笑，可心里却在流眼泪。我也不想你再次面对你哥，因为你很有可能会受伤害，所以。我来吧，你就等一切结束，安心的过着幸福的日子就好了。我不会让你一个人面对的。那我们一起面对，谁也不要思考。好。财经报那边的朋友告诉我，骆宗良获得了公关行业协会年度风云人物。重点还在后头，他的得奖项目竟然是梦回天泉山。他怎么好意思去拿这个奖？这剧本是他偷来的。他要是知道不好意思，还能出这么多事儿？这是个好消息啊，颁奖典礼很多业内人士都会参加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，也是唯一一次机会。我朋友还听说骆宗良会在这次获奖感言中透露出一桩大八卦，跟菲林丑闻相关。他怎么好意思干这种事儿？在偷来的奖前面编个故事，再去抹黑本来应该拿奖的人。所以这次颁奖典礼，如果我们不能证明老樊的清白，再给骆宗良抹黑菲林的机会，以后就更难洗清了。菲林现在的情况肯定也撑不久了，要是菲林没了，就算咱们证明了舒晨的清白，也是，所以我们这次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
可是我们中现在没有任何一个人在公关行业任职，咱们要怎么进入这个颁奖典礼啊？我朋友多，我来搞定，保证让咱们所有人都混进去。可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骆宗良他那么多疑，我们怎么才能取得证据呢？就是因为多疑才会有破绽。之前我就拿手机炸出了我哥的实话，但其实那手机里什么都没有。那现在又要利用什么去让他申疑呢？不是有个送上门的人吗？你说魏红啊？ A 大走了之后，他是骆宗良身边唯一的人，也只有他才能让骆宗良方寸大乱。可是魏红这人心术不正，而且手段特别卑鄙。鱼有鱼路，虾有虾路，你也别一下就拍死他。既然咱们现在需要他当这个棋子，那怎么说服他听我们的，放弃他那个愚蠢的抱负，就交给我吧。跟这种人打交道啊，我比你们都擅长。还是我去吧，既然是为了证明我的清白，而且大不了可以跟他合作。毕竟现在除了我们，他也没有什么退路啊。还是我去吧。不行，你太善良了，不行。一片一个准。可是我是唯一一个在菲林也在博曼跟魏红打过交道的人，我比你们更了解他。而且这件事情因我而起，又涉及到我哥，还是让我出点力吧。我真的是最应该出面的人，相信我。哎，我们这个应该算是正义者联盟了吧？正好我辞职以后闲来无事，可以好好大干一场，哈，太好玩了，像拍电影一样。哎，快拉个群。好嘞。我现在有一个计划，需要你的加入才可以执行。这么快就改主意了？我哥他做错的事情，他需要赎罪。骆宗良是干了不少坏事，尤其是对樊书晨，可以讲是赶尽杀绝了。你们打算怎么做？我怎么说你怎么做，你不需要知道，你只需要按照我的要求去做就好。你不准备告诉我你们打算怎么做？我不信任你，我只需要证明樊书晨和菲林是清白的。为了防止你利用我们，做出和这件事情无关的事儿，我觉得咱们还是保持点距离比较好。虽然呢，我们现在是需要你的帮助，但你做事情的方式，我们真的都不能接受。所以，要么你乖乖听话，按照我的要求去做，要么直接拒绝，走人。你不再是我印象里那个天真的林子瑜了。行，我答应你，我倒要看看最后你们这些个自以为是的好人能给坏人一个什么结局。最后别过来求我出手就行。那咱们再联络。不变当然好，但是为了守护重要的人而做出改变才更重要。赵总，你看我被菲林坑得有多惨啊，菲林又被樊书晨坑得有多惨。哎呀，你千万不要心软，你要是少人的话，我给你推荐呀，像樊书晨这种人怎么能用啊。好，那咱们保持联系啊，拜拜。骆总，发动机好像有点问题，我看一下。啊。
孟总，那就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。好，合作愉快啊！您慢走啊。 赵魏红，他究竟想干什么？孟总，你刚才上哪儿去了？啊，跟个朋友吃了个饭。什么朋友？好多年没见的一个高中同学，也不知道是从哪儿冒了出来，非要拉我聚聚。 其实见了面也没那么多话可说的，耽误时间。哎，罗总，现在外边都说高端人群在 EMBA 商学院发展人脉，像我这样的中低端人群，只有在初中高中同学里边发展发展得了。中午这个以前长什么样我都想不起来了，是女同学吧？ 骆总，您可真是料事如神呐！确实是，我觉得他找我还有个可能性，家庭生活不太幸福，出来找点精神上的寄托。你的那个同学和林子瑜差不多大吧？怎么可能啊，骆总，我这都多大岁数了？哎，说起来。 挺长时间没见林小姐了，你这边要是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过去了。魏红，你爸爸还好吗？挺好的，托您的福。你记住，只有先保住自己，才能好好的照顾他老人家。是。 是有人要挖你呢，还是做的不开心啊？不是，我做的挺开心的，也没人挖我，就是觉得太累了，想好好给自己放个长假。放假？你早说啊！想放多少时间，你说了算。谢谢您这么看得起我，但是我已经决定了。还有，这个月的工资我就不要了，今天我就走。 这么着急？按合同来说的话，你得提前3个月提辞职的。对呀，那您要不要跟人事部门沟通一下，看看我得赔公司多少钱？我照单全赔。魏红，你不是缺钱吗？怎么突然这么大方了？这事儿跟你有关系吗？我的死活你从来也都不在乎。 告辞了，魏红，天泉山项目。 答应给你的红利，我不是不给你，只是最近公司资金周转不灵。如果你一定要要的话，那我就让财务给你打过去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您要是这么想留我的话，这样，您把天泉山净利的一半分给我，我就不走了。
你疯了吧，魏红？你如果不答应的话，也不会有人强迫你，是不是？再见了，骆总。说骆总，你太厉害了！你对林子瑜略施小计，咱们就把樊书臣、天泉山这回所有的项目的创意跟剧本全弄过来了。他们那些人心里都是些软弱的东西，最适合被我利用。樊书臣那个傻瓜，整天吭哧吭哧玩命写剧本，最后不还是在给我做嫁衣啊？哎，骆总，要是竞标的时候他说咱们抄袭怎么？这个不用怕，我们先把剧本交给甲方，然后反咬樊书臣一口，就说是他偷了我们博曼的剧本，这就叫一箭双雕。这小人竟然跟我玩阴的，用手机透露下我跟他的对话。电话我带来了，咱们就按照之前商定的往下进行。嗯，你收好了。我早料到会这样，还好留了一手。书臣也会感谢你的。走吧。相信我自己，我的现代我可以。